陆星辰，喝酒呢？我现在正式向你提出辞职了，老子再也不受你的气了！你在开玩笑吧？是我开除你？开除？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现在拥有的这些，不都是因为你运气好吗？你要是没有运气，你就什么也不是。喂，我成功靠的是实力。你工作的时候我在工作，你在睡觉的时候我也在工作。你睡眠不好，累死我了。怎么样？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啊？一年有365天，我都没有休息过。你跟朋友去看电影的时候，我也在。工作，那还不是因为你没有朋友。嗯，你有朋友，你有家人，放开！那都是你们这些失败的人为失败找借口。没有家人，我没有朋友。在我陆星辰的字典里面，没有运气。很多关于我和主编的事情，从那一刻开始，其实怎么说都说不清楚。